时，前后均为双曲面玻璃，可能是由于上边框或者左边框都比较窄，相比是 Pro 的下巴略微有一丢丢明显。不过好在屏幕的上下边缘，包括背部的上下两端都有微微的弧形过渡，并且与金针中框形成了较为平滑的衔接，因此在使用全面屏手势操作时，底部和两侧的滑入操作还是非常顺。小米十，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快速体验一下小米十。